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请这个牧师呢来帮我们介绍，口黄芹有单黄、双黄，我们今天只介绍这两种啊，单黄跟双黄怎么分，然后呢他们的要怎么样摆放的位置哈。杨老师先来再介绍有单黄的哈，他的声音，他要吹的，好像有跳舞的、恋爱的、唱歌的，三种。那首先叫我老笨啊，他弹那个唱歌，首先也唱歌，好像，好像，好，很舒服。一般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用这样的一个音乐，同时呢，他有一个秘密啊，他的秘密的这个话，就比如说他弹的大概是这样的声音啊，就我上。用麦克风就更大。嗯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来哦。这个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天啊，很多人的聚集啊，聚集在一起啊，也有一个男的啊，一吹出来，吹啊，像刚才那个声音、啊，原来有一个会听的，很会听这个秘密、啊，所以告诉他的隔壁，刚才你弹。他说你听得懂吗？他说不懂，你赶快跑。他等一下散会的时候，可能这两个之间可能有仇恨啊。这我们散会的时候可能要散，你赶快跑。赶快跑。对、yeah. 啊。你说我很老面。所以他有一个秘密的话，有秘密的。还好那个人会听，会听，所以隔壁的赶快跑，他就跑。所以这个有一个，有时候有一个秘密，通关秘密。哎，那第二就是恋爱，恋爱啊，恋爱，这个恋爱这个要学哦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古时候年轻的哈，男女都有意思，就当然最普遍的，最普遍一定要有，啊，一定要有意思。所以我们就是晚会啊，或者庆典啊，以前是有晚会，收获节啊，或者是开工新年啊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在哪里啊？就那时候年轻都都在一起嘛哈。所以有一个男的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，他就用这个来表示他的爱意，不能用语言来表示，就像那就他的眼睛像那个小姐，他就弹，啊，他弹，所以他有手势，对手势，但是弹的中间呢，他有这样的手势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好，他弹了之后呢，如果那个小姐她也会回应。如果说、哦、我也喜欢你，他有同样的动作，这样，其实这个动作这样的话，就是我喜欢你。
果不喜欢的，这样比较快，哎，让他都知道。所以这个小姐，假如说不喜欢他的时候，他小姐会这样，这个男的很失望。其实有一个动作啊，也在那谈的，这声音也不一样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哦，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。这第二个，第三个就是跳舞，这个跳舞好像有节奏感。这跳舞男女都大家起来，这圆圈呐，哦，圆圈里面跳，这个弹的这个节奏感，所以跟着这个声音来，脚来跳，这样，哦，就是跳舞的。跳舞的音乐哈。差不多是这样。现在要谈介绍这二本哈，接下来要订两次嘛。我有一个三房的，2345房，2345到5房，五房就比较对，就不行。度更大。对。从二房哈比较高难度，就吹这个，不也跟那个单簧不一样，这个做这个也比较难，因为小小嘛哈，跟单簧差很多，就比较难，所以这个弹的时候呢，它这个距离比较短。不能跟单簧这个弹，这个要短，哦，这个要短，一定要短。这一般就从二簧哦，二簧在用的时候呢，等于是欣赏用的，因为它的声音有力矩，啊，两个就是两个声音出来，三个也三个声音出来，四也四音，是这样，所以。古时候来弹的这个二簧三簧也有蛮特别的，跟个单簧不一样，所以机会的当然的，有的不一定，这个2345房大部分是年纪大的，啊年纪大的这个，这年轻的哈，当然有很少，因为这个高难度嘛，这。所以要叫年轻的，要怎么去吹？所以这个二房以上的就比较高难度的，做的也是比较难，要吹的也是比较难。啊，那现在二房的哈，叫来我老伴来给你们听的了。好，比较声音小，这个声音比较小哈，比较小。